我也蛮关心像欧阳娜娜这样年轻的小女生啊，她如果受制于中国，以至于会有什么下场？也许她的爸爸演的电影《蓝与黑》里面的那些对白可以参考。台湾是民主的国家，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有选择工作的自由，也有言论自由、唱歌自由。但是我们也是法治国家，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，否则都会依法处置。那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民主的国家，中国最没有资格讲自由、讲民主。中国的艺人因为违背他党的意思消失的也所在多有，所以我也蛮关心像欧阳娜娜这样年轻的小女生啊，她如果受制于中国，以至于会有什么下场？也许她的爸爸演的电影《蓝与黑》里面的那些对白可以参考。